我们演出的是万大知会，那他们所代表的颜色是黄色。当你看到黄色的时候，你会想到什么？这张节目单。只是他没有节目单。哦，对哦，大家没有节目单。不过没关系，黄色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太阳，我们会想到灿烂的太阳。马太福音中有一句话提到，神的爱就像日头一样。照好人也照坏人，神的爱使太阳温暖，月亮发光。哎，那边是发生什么事情？好，黄色呢，在古代的中国也象征帝王。我们要欢欣颂赞救主，因为他超越世界，为我君王。哇，万大智慧真的是出动了很多人哦，你看，连孕妇都有。超上两个，人数很多、哦。好，刚刚有一个智慧，有一个孕妇。好，接下来万大智慧要为我们演出的是《欢欣救主是王与是爱》这两首歌，让我们用掌声来欢迎他们。